来看一下练练兔，好，说某科室呢有12个人，其中6人会英语，5人会俄语，5人会日语，3人既会英语又会俄语，2人既会俄语又会日语啊。好吧，我念题，同学们快吐了是吧？啊，正经一点啊，两人既会英语又会日语，一人3种语言呢都会，只有一种外语的人比一种外语也不会的人多几个呢？题目看起来很恐怖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拿出我们的杀手锏，那就是为恩图一切爽歪歪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这道题呢，不用说，那就是把我们的题目意思呢，用我们的为恩图给表示出来，是吧？好，要会把题目意思翻译成我们的数学语言哦，在这里呢，就翻译成我们的为恩图，是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解题过程哦，非常简单。那我们画图喽，是吧？我们画图，那么我们画出这个图，太简单了。英语的有6个人，是吧？俄语5个人，日语也5个人。然后呢，根据它题目所说的意思啊，我们把它标下。我们再回过去看一下它题目怎么说呢？大家可能忘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在这里呢先画吧，好吧？那么有12个人，我们可以画一个总数，画一个总数，就表示是12的。其中6人会英语，那么我就画一个，这是英的啊，英语。然后呢，这是俄语啊，俄语啊，俄语，这是日语啊，都会日语了，这哪国人对吧？英语呢有6个人，那总圆圈是表示6，好，总共是6个圆。六俄语呢是5，日语呢也是5。他说3人既会英又会俄，英俄是3个人，说明这2块合起来是不是3个人？注意哦，包括这一小块吧。而题目说的有1个人3种都会，因此我先写一个一，是吧？有个一，那他是表示2，合起来是不是3？好。那么2人既会俄又会日，俄日2人，他有1个人，他是不是也是1个人，是吧？合起来才2个人。那么英日呢有2个人，因此他是1个人，他也是1个人。那么总共整个圆呢是多少？是6的，他是一，他一，他二，已经是占了4了，他就有2。当我的图画呢极度不标准，对吧？但不影响我们去分析，对吗？好，我们就有这个能力，是吧？好，这是211，这也是一，这是111，那3还有2。是这意思吧？嗯，好了。那他说呀，只会一种语言的，比一种外语也不会。只会一种语言的是哪呢？是不是就叫只会音的？是不是就这部分？就是2，2+1+2=5，只会一的，对吧？只会一种的有5个人，没有问题吧？是不是2+1+2？那么什么也不会呢？是外面的，外面的面积怎么求呢？哎，又根据基层加偶成茧，对吧？那么基层加偶成茧怎么算呢？我们可以怎么算呢？其实在这里呢，我们都不用积和积层加偶成茧了，全加，因为我每一块我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看1、2、3，这3块加起来是5，五呢6、7、8，8加它呢10，因此3个圆所覆盖的面积就是10了。同学们要灵活点哦，是不是有同学还说积层加偶成茧又这样了？这样你就学死了，明白吗？啊，不要学死了嘛，是不是？因此呢，外面呢是不是就有2个人就不会，都不会的啊，都不会。是不是用12减去10等于2？因此多几个人呢是5减2等于3人，这就是我们的答案，明白吗？那么这道题啊，再次挑战我们心灵的底线，居然出了这么简单，说明这种题目还是相当重要的。同学们一定要通过不是特别难的题目啊，或者是通过特别简单的题目来掌握一个特别深妙的道理，这才是学习的最高效的一种方法。不要通过试图做一些很难的题来总结很巧妙的方法，这是不靠谱，也是不环保、不低碳的，明白吗？只有通过简单题来总结出哎高深的道理，那才好呢，那才值呢，那才划算呢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个题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么简单看一下它的过程，来看一眼啊，看一眼就得了啊，2眼都不要看了。好，答案是3。那么总结超简单，看喽，明白每一部分图所表示的含义。他说只会英语，只会日语，只会俄语，你明白图文的意思吗？明白教题根本不算题目，好吧？好了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3题，趁热打铁来看一下教题咯。教题是大名鼎鼎的拉登题啊，不是恐怖分子本拉登哦啊，我说的是拉登啊，这个拉拉一下，拉滴答滴答的拉，拉登题啊。可能同学们现在呢，你都没对拉登没有印象了啊。你们现在灯都是遥控的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摁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小时候的那种灯呢，都是有一根线拴在灯的下面，然后呢一拉下滴答它就亮了，再拉下滴答它就灭了
啊，我对这种灯呢情有独钟，因此我们家还掉了很多很多的线，其实都是拉灯啊。我恨不得我们的电视都是拉一下响，拉一下灭啊，顺便锻炼一下身体，对吧？好，开玩笑了，那开销说2006盏亮着的电灯，各有一个拉线开关给它控制，按顺序给它编号，哼，这吃饱没事干了啊，一号、两号、三号，2006号啊，将编号为二的倍数的灯呢各拉一下，比如说二、四、六、八各拉一下，对吧？拉一下是不是灭了啊？好了，然后呢，第二次就将编号为三的倍数的灯呢又各拉一下，最后将编号为五的倍数的灯呢又拉一下。问最后亮的灯有几盏？啊，现实当中应该没有这么无聊的人，你信吗？我相信屏幕前有同学说，老师出题也太无聊了吧，哪有这样的题目啊？啊，这是理论上的，他也没说拉那个一定是人啊，没准他机器人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咱就不要跟他纠结了。同学们，我们来想一下，他问的是最后还亮的灯有多少盏，哪些灯是亮的呢？你能快速告诉我吗？我听一下，你告诉我，秀琼老师听一下，哪些灯是亮着的？A，我相信一定有同学，老师，拉两次的灯是亮的了，本来是亮的吧，再来一次，哎，灭了，再来一次，D 又亮了，是不是？拉两次的灯是亮的，但拉四次也是亮的，拉六次也是亮的，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最多只拉几次，3次，因此拉两次的灯是亮的，仅仅这些吗？再想一下，哪些灯还是亮着的呢？除了拉两次的，聪明，太聪明了，你从来没有碰过的灯。它不就是亮着的吗？它本来就亮了，我没有碰过它，它是也亮。因此，拉零次的灯和没有和和拉两次的灯是亮着的。因此，这道题呢要明白，这就是我们先想想这个环节的。第一，拉零次就没有拉；第二，拉两次的灯是亮着的。关键要把这两种给求出来，怎么求呢？当然是维恩图，是吧？维恩图。那我们简单画一个，总共。有2006盏，大家跟秀琼老师一起来画一下好不好？你不要觉得你会，老师我会我不画可以吗？不可以，明白吗？不可以，否则你会生疏的，你真会生疏的，明白吗？就像刘翔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本来很厉害，但是可能由于他受伤啊，没办法，就没有锻炼到。你说他能跑吗？他脑子里面确实能跑，但真一跑，好吧，就瘸了，对不对？那就不太好，是吧？但人家没办法啊，他依然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啊。好了。那现在呢？2006盏灯，那么这表示是二的倍数的，可以吗？这表示是二的倍数的，这表示是三的倍数的，这表示是五的倍数的，是吧？你发现是不是又跟我们前面那题怎么长这么像啊？没有办法，容式原理题都长得非常像啊。那么哪些灯是拉两次的呢？很明显，这些不包括中间这个啊，哎，还有这个也不包括它。还有这个还不包括它，那么还有哪些呢？哎，还有外面这些，是吧？还有外面这些没有拉过的，因此要求是这三个和外面这个。那三个怎么求呢？这三个怎么求呢？简单呗，你看这个是不是等于二三的重叠部分减去它们三个重叠部分？同理，这个呢是不等于三和五的重叠部分再减去它们三个共同重叠的？这个也是二和五重叠的减去它们三个共同重叠得到了，而它呢？它必须要通过整体减去这三个圆所覆盖的面积，对不对？因此这道题呢，我们还算没什么捷径，你必须把每个圆圈给求出来，要比两两之间重叠部分求出来，还要求出三三重合的，就公共部分给求出来，是这意思吗？好了，是吗？不说是吧？不说，那也行，那你自己算吧。说也行，说你也自己算，好吧？既然你都说了是吧？好了，自己算一下吧。那下面看一下我们的解题过程。好，我画个漂亮图给大家看一下，够漂亮吧？要求就打勾部分是吧？那我们看一下，根据我们前面的知识，现在这道题简单，我们讲快点喽。二倍数的1003，三的倍数668，五的倍数401，下面求两两倍数的，看一下两两倍数的怎么求呢？嘿嘿，来看二三倍数的是六的倍数，那三五的除以十，这是二五的，sorry，这是二，sorry，二五的除以十。三五的除以十五，那么还有三个重叠的，就是235，对吧？把它算出来，等于谁呢？等于30的倍数66。因此，哦，拉零次的怎么算呢？先把这个怎么样呢？这三个圆所覆盖面积算出来，就基层加，你看基层加偶层减，是不是减去三个层加，再加上那个中间重叠部分，
就除去三个元所覆盖的面积，用总的2006减去这三个，所覆盖面就等于535，这是没有拉过的，从来没有碰过的，就外面的。那么拉两次的呢，就简单了，是吧？用让这个怎么样呢？让这个23的重叠部分呢减去66，然后呢25重叠部分减66，35重叠部分减66，是不是得三个小勾？因此是不是得469？因此现在亮的就有1004盏。这道题你明白了吗？再不明白真的，秀琴老师也救不了你，对不对？啊，更别说上帝了，上帝更救不了你了。那么总结一句话，像这种拉灯题啊，我们都是用维恩图来解决的，说明拉登这个恐怖分子啊，要是当年派一个维恩去呢，两下搞定，还用派美国这么多军人去打拉登吗？根本不用，对不对？派维恩一个老家伙去，直接把他干掉得了，啊，省了好多钱，是吧？开个玩笑，维恩其实这个人呢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是吧？这就表示他已经啊，离我们好远好远了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同学们。